Can I see one more tim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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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不是说他这种你看那他这个是保护以后这个就直接就进了我们说从里面就说他说从外面说是那他们就是说从外面就比较舒服因为看如果从正正面就是我很麻烦对啊如果他因为你慢了 因为他这个是要求是怎么呢？那他这个进，他在这里，他一接了以后，你看他同步，他这个手一接，他就一起进去了。他不能等，你如果这个一等再想进，那就很难了。也就是我，手也就是我也的，我。这方面也是。So you look your partner if you hear the chance. 他的意思说，如果别人这么打，比如说这样，或者很快，那这个麻烦。没有，这是要看的。我是说嘛，要看对方的行为。如果是咏春的话，就不能这样。如果是咏春的话，就不能。所以咏春的话，他这个进就是这样按的。他这个进，他这个进，他从这里一按以后，这个一进。 所以他这样是进去，咏春的话就不一样的。因为刚才他那个是拳击的打法。所以说他这个手这个一进，他这个进没有问题。如果是咏春的话，咏春的话就变了。咏春他是这个进啊，他是这样进去。 咏春的话，它就变了，因为咏春是直跨。这个一盖，那它这个先是一盖，这个一盖一转，这个进去，那它是这样撑进去的。就咏春的打法跟拳击的打法是不一样的。Do that slow. Slow. One, two, three. Okay. So first is you count is one, two, no. Three. This is different. Yeah, so it's because one, two. Yeah, this is easy. I'm too. This is too high. So this is very easy. Okay. So yeah, this is different. You look you and this. 要看他的位置和他的这个拳。有时候像他如果打的像咏春那种的话，他这个劲他可以这样起，这个劲他可以这样起，就是这个穿锤。 但有时候不行，有时候这样的话比较危险，所以你就要这样盖住它以后，这样盖住，这个起，就这个要看对方的，不是说是一定我能钻进去。如果他是这样这个拳的话，我想这样钻的话，咣，这个是不可能钻进去的。这个时候只有猫系列，因为先要保护自己，以后这个先破坏他这个劲。 要看他的位置和他的这个拳。有些要保护自己以后，这个先破坏他这个劲。但是他不能防止他这个。
Altså man finder de bløde steder, ikke? Ligesom der,然后看你的位置怎么样。下面，position består i。
因为有些人他打的不一定按照你的位置，像这样的话，最好他出这个拳。但有时候他出这个拳，你也就很麻烦。For eksempel, man ved jo ikke, altså hvis du står her, for eksempel, så passer det måske bedst, at man skulle. Så det er jo ikke, altså hvis du står her, for eksempel, så passer det måske bedst, at man skulle. Det er alt sammen, hvor man, hvad kan man sige, man ligesom hænger det op, eller man skal ikke tage fat i det, eller sådan noget. Thank you.